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用小米来做一个好吃的。首先准备100克小米，淘洗干净，然后加入适量清水浸泡6个小时以上。浸泡好的小米控掉水分，倒入一个大点的碗中，加入3克盐、1克小苏打、1克花椒粉，再打入1颗鸡蛋，将所有的食材混合均匀，淋上10克食用油，再次搅拌均匀，加入160克面粉，搅拌成絮状，下手揉成稍硬一点的面团，揉好以后，我们在案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然后把它放在案板上擀成一张大薄片，像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。先把它切成长条，再切成小方块，追求完美的可以把边缘的地方收起来，再次擀开，用叉子在上面扎上一些小孔。已经全部做好了，油温五成热，下锅炸。这个非常薄，下锅以后会立刻浮起来，一次不要放的太多，因为受热以后会膨胀。炸两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，我们的小米锅巴就完成了，香酥可口，比买的更好吃。这个做法真的非常简单，新手也能一次成功，喜欢的朋友收藏吧。